部没有与冰帝蝎同等极致之冰的武魂与体质，绝不可能吸收成功。这是属于冰帝蝎一族的骄傲。你说我们的拍品有问题，有何依据？依据就是他的冰帝蝎武魂。问题不在魂骨，而在吸收者。请看。如果没有与冰帝蝎同等极致之冰的武魂与体质，绝不可能吸收成功。这是属于冰帝蝎一族的骄傲。这件事我做不了主，各位稍后。陛下驾到。不必多礼，情况我已听九妹说清楚了。既然这块魂骨是有缘者居之，不如就用作斗魂大赛的冠军奖品吧。小兄弟，能不能获得它，就看你的能力了。接下来拍卖的是封神台。它由九级魂导师打造，有着封闭时间、空间的强大能力，可以封印一切生命体。要是能研究清楚九级魂导器的构成，对整个魂导系的帮助都是无可限量的。弱肉强食，人类善于创造思考，魂兽若继续固步自封，情况不妙啊。如果把魂兽逼急了，人类定会遭到反噬。只有我们日月帝国才有能力制作九级魂导器，封神台更是九级魂导器中的极品。看来日月帝国内部有奸细。各位贵宾误会了，封神台并非拍品，或者说它只是真正拍品的容器。最后这件拍品是世所罕见的珍宝，十万年魂兽胚胎，只要与它融合，就能直接拥有十万年魂环与魂骨，甚至是顶级武魂，铸就超级强者。十万年魂兽重修为人的过程被强行阻断，才能留下这种胚胎。能做到这种事的人很强大，也很残忍。这是什么？十万年魂兽要逃出来了吗？那封神台上的气息为何如此熟悉？一旦被封印，哪怕是封号斗罗花上千万年时光，也难以逃脱封印。这就是九级至宝封神台的能力。有封神台在，完全可以修炼至合适的境界，再吸收那十万年魂兽胚胎，获得最大的增幅。现在我宣布封神台拍卖正式开始，起拍价1亿金魂币，1亿300万，1亿1000万，1亿3000万，1亿4000万，我看谁敢跟我们抢。1亿5000万，1亿5000万第一次，1亿5000万第二次，果然不是我们能拿下的。1亿5000万第三次，封神台成交。